最新消息：今天下午两点左右，基隆七堵泰安路一处公寮窜出大火，整座山头浓烟密布，铁皮屋被上到剩下钢架了。警消人员到场救援，初步估计燃烧面积有一百五十平。幸好没有任员的人和人员受困。而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，起火原因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理清。